今年九月至十二月，上海大剧院将携手国内知名艺术节策展机构爱丁堡前沿剧展，共同为观众呈现首届小剧场国际戏剧演出季。演出季长达四个月，十余部曾亮相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及艺穗节、艾维尼翁奥夫艺术节、阿德莱德艺穗节、奥克兰艺穗节精心挑选的重磅好戏将轮番上场。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西班牙、波兰、新西兰和伊朗的艺术家们将为观众们带来近距离接触和欣赏国际一流剧场作品的体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